车的女子在路人消防通道停车，小区快递员也想停车，快递员告诉驾驶室内的女子让座，女子因为这件事情和快递员发生了争吵，双方去派出所协调，我所在快递员的车号不能回来的确认，最后双方达成了和解，和女子赔礼道歉。